冲动珍藏心中。或许依然在迷茫，该何去何从？不说也能懂，人该从容。有你的领航，从未偏离方向。就算旅行途中无时无刻都会存在激烈碰撞，好在我们彼此欣赏，不满足于现状。 你已经有头绪了，虽然我也不确定，但现在想起来很可疑。那个5G灵力那么强，不可能凭空出现，想要维持也不是那么容易，消耗会非常巨大的，所以他们一定会露出马脚。哼，没错。现在我们只要密切关注灵力的动向。长天，楚清城。 怎么一醒来人就不见了？长天哥哥，小方天，找你好久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抱歉让大家担心了，不过我已经没事了。我老爸现在的状态一定有问题，而且我觉得必然和那个5G有所关联。 巨大，在这里都能感觉到，造成这么大的动静，真是疯子。本座有不好的预感，没事，正好省下了找他的功夫。怎么了，东方的小帅哥，剑都拿不稳了？ 别太嚣张！这里到处飘散着灵气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妖孽！你觉得呢？啊！难道你把人都当成了你的食物？哟，人说的这么难听吗？ 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。低端物种被消灭，怎么能怪别人呢？本王还是很饿，陪本王共进晚餐吧。你，少佐，长君，七星龙渊，你们两个小心，这家伙有问题。 王的食物吧！长君，七星开辟战！太棒了！本王还要更多的灵力！妖孽，不要太嚣张了。哦，小帅哥还有力气，长治，本王能把他们都吃了吗？当然可以，女王陛下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灵力都是你的，你将永葆青春，整个世界都将迎来新的王，新的主宰。很好，好极了，本王喜欢你，长治。住手！住手，老爸！看来还有个障碍必须排除啊！我们是来阻止你的。哼，主菜终于上桌了。你们，老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为什么你也参加了天罡演武？想知道，那就告诉你好了。我本就是元武者，也是上元武库副管理者。当你出生时，我是很高兴的，可是你却毫无灵力，我无法让你继承我的衣钵，所以我也没有告诉你和你母亲 关于我的真实身份，可随着你长大，种种迹象显示你很有可能是东皇太一的转世。东皇太一，我担心你会无意间闯入元武者的世界，但即便如此，你还是唤出了神器鸿蒙天钟。鸿蒙天钟本应是我的，只要有了它， 再加上提尔峰，我就能战胜凶兽，所向无敌。之后我发现夜辉在针对你们，但只要让提尔峰吸取鸿蒙天钟的灵力，就等同于获得了鸿蒙天钟。为此我故意被抓，但没想到被自己的儿子坏了好事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得到了鸿蒙天钟。那我爸算什么？别说了， 你什么都不懂。你，这片地区刚才发生了灵气大劫，现在有很多灵气都在上空盘旋。你们该不会是……哦，是本王干的。本王刚刚可是好好的享受了一番呢。你太过分了，干将莫言！天人合一的力量来源于主人与武具的一心同体。 但在提尔峰面前，完全不会起作用。提尔峰可是世主之剑，天人合一的攻击力越高，他受到的伤害反而越低。这太不讲道理了，难道就没有破绽吗？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混沌兵器，双刃剑。又来了个帅哥。 嚣张不了多久。其实，除了战斗力强以外，提尔峰还有个特点。 小帅哥，你真能打，成为本王的奴仆，跟本王回宫吧！休想！别不识抬举，臭小子，你只配给本王当门童。只要对手是男性，提尔峰就会战斗力大增。没想到提尔峰这么难解决。没有魔剑，或许还有个办法，就是用诛仙四阵。但诛仙四阵必须用4个天级武具作为阵眼，而如今天尊堂元气大伤，天级武具算上干将、莫邪、小白，也只有3个。 好了，我看你们也没什么新鲜把戏了。长之，请。真厉害！本王不想再玩了，本王要把你们都吃掉。长天，还有什么办法没？这个提尔峰没有弱点。 只能用诛仙四阵削弱他的能力，要不我们毫无胜算。诛仙四阵可以净化所有的恶灵气息，并且大幅强化施法者的能力，是个不错的办法。但是现在你们办不到吧？长天哥哥，都是方天的错。要是方天的能力再强一点的话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如果武具融合，则会助方天化气，升为天级武具。 历史上曾经有过交集的武具，能够以相互融合的方式来提升等级。但是，唯一的武具只能有1把，而其他参与融合的武具都会从世上消失的。身为武具，需能救主人于危难之时。可是，你们真的不必介怀，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。小不点儿，不要认输啊！ 也许我们力量不足，但忠义之情却无可置疑。这世界，我全部都辜负你们的。有自己的方向，自己的希望才起航。多少人？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接受了大家力量，天级方天。看见高高风暴的城墙，洒满月光。深表赞同，你们都是从掠星来的吗？我来翻译一下，这件兵器先是对你的形象和气质给了个赋分，然后他表示这里太无聊了。无聊？他说走了，人间不值得。哪儿不值了？怎么又跪下了？是想让我们帮你塞回去对吧？要怎么塞呀？哼，关键时候还得靠我。看这个，腾讯动漫 APP， 兵器帝国、美食天堂、纯爱乐园，各种类型的漫画应有尽有，让你身临其境，赶走无聊。啊！ 他说不走了 ，nice。这下我两样神器在手，岂不天下无敌了？糟了，打不过，赶紧叫人来了！就让我的两件神器来。接个电话。喂，长天呐，我和小方天一起看腾讯动漫 APP 呢，就不过去了，你加油啊，拜拜。腾天呐！啊，大哥，我开玩笑的。腾讯动漫，机智的同学都在看。你过去熟悉的一切，都是这个上古法器山河设计图所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。